他们包括现场的代表，所有的粉丝都在哭啊！你的微博上1000多万的粉丝量，现在都在落泪，因为觉得很感人的一个场面。希望大家多多使用水之密语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知道，就是这一路我跟你们走来都很不容易，然后你们都也一直在默默的等我、陪伴我、支持我，跟我一起经历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对，好，我觉得我不说了吧。对，他们会比较激动。对，反正就是特别感谢你们。然后，我想对你们说，就是你们一切的等待都不会白费的，一起加油。